橙子那个是什么？哎，橙子是，我觉得拿得起放得下，虽说很难，但是就要不就好好开始，然后你就好好告别，然后再开始新的。罗老师来了，然后呢好好 say 个 goodbye， 明天就 peace out， 我去罗老师那里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啥意思？他还没下班，对，因为还没上课。筷子在哪？我给你拿，我拿。谢谢，谢谢。哇 ，Simon 做的牛肉丸，从小吃到大的这一家。这个应该是蘸沙茶酱。对对对，沙茶加辣椒都可以。就是正宗的，其实什么都不可以不用加。我来先帮大家试一下。可以拿个勺子吗？然后但是，哎呀，可以拿个勺子吗？两个人。两个还是三个？我吗？两个吧，两个吧。就各种卡位，我真的是各种，我你看，哇哦，这谢谢谢谢，好。又掉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他俩都快贴上了，天哪！年晚，哎，绕这边来。哎呦！哎呀！最好，我觉得辣酱好吃，蘸那个果条特别好吃。对。什么时候搞个果条？不是为啥呀？不是，他们都特别不明朗。就是你要不坐椅子上，他老是这个，就是哎，这椅子跟这儿，我想挨着点你吧，但是我又不想坐边上。不是，这种很 swag 的好不好？就比方讲，真的要叫 what's good， bro， like 你懂吗？就。这要是有个家长在，把啤酒从桌上拿过来，拿来。这要搁你爸在，就一顿乱打。我爸跟他打拳头。那个就是那种里面包着菜，然后外面是那种透明的那个叫什么？混。成分？不是肠粉。不是粉。什么果？哇，好，哎呀，成果吧？对，里面可以包那个。芋头，或者是可以包。你看，马总又看出来了，你看马总看出来了的。出现了问题，然后不知道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去表达自己。你看他其实不止一次了，不知道表达的时候就去吃面包，就是离开这个事件中心。对，冷处理，他都是冷处理。他期待 Melody 发现他的不在了，然后呢再去找他，但是呢他每次又不去找他了，他就很难过这个。而且与此同时呢，大雄呢永远就是你发生了什么，然后我马上给你回馈。 Melody 一对比就会觉得很难过。对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就是只要单独有一个空间，把 Simon 跟 Melody 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很好，又好了。对，看到最熟悉两个人最舒适的那个状态了。就我搞不懂这个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这种，我不高兴了，你不高兴了，我搞不懂。跟你说，他们两个现在所谓的中间的难过或者是不高兴了，全都是基于他们两个其实是互相喜欢的，要不然谁跟你不高兴？我还懒得想你呢。来吧，我们再跟着这个信号走一会儿。
这个小屋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带我发现的东西我还不知道。好了，给你拿捏一下，我想想有啥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你没用过吗？哦，对，它这个规则你看，你们是已经有两个人使用了是吧？看起来是的。哦，是谁呢？看起来是的。是谁呢？我没用。你没有用？子佳也没有。没有。是谁呢？咋了？没有，我们在说那个扭蛋的事情。有人用了吗？还被用了两次。很会笑哦。